我们来看这一题，我们来解这个方程式。我们观察一下，一看啊，这两个相加等于它。那我如果设这个叫 u， 这个叫 v 的话，那么这个就是 u 加 v 啊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哈，我把这移过去嘛，移过去以后 ，u 加 v 的三次方减掉呢 u 三次方加上 v 三次方，前后项呢消掉，哦 ，u 三次方跟 u 三次方消掉 ，v 三次方跟 v 三次方消掉，剩下交叉项，交叉项有两项，哦，是三多少 u v， 然后呢 u 加 v。好，啊，这个呢等于什么？等于零。好，因为我把它移过去嘛，所以是等于零。那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哈就是这一个哈，就是三倍的。那零的话呢可以消掉，所以这个u 是多少？是这个嘛，就37减 5x， 啊乘以多少？乘以 v 是这个43加 2x， 啊乘以多少？ u 加 v 是这个80减 3x， 这个会等于0、啊、哦，两边呢约掉呢这个3。好，那这个等于0的话，所以这个等于0，或这个等于，或这个等于0、啊、所以我就晓得哈 ，x 等于多少呢？37%，或者多少？2/-43，或者是3/80啊。